老吴同志，西安几点？熊向晖那边出事了。啊？是暴露了吗？向晖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美国啊？啊，到了西安，处理完一些杂事，我就去上海，从那里坐船去美国。胡长官一向对你都很器重啊。是啊，对此我也非常感谢胡先生。